这甜八戒已经熟了，我们把它砍下来，有点反光。大山里面到处都绿油油的，给你们看一下，已经熟了，有的被小鸟吃了，把它拉下来，看老爸。 给老爸开吃一个啊，已经熟透了这个，开吃一个，我也开吃一个，我让你们给你剥。<笑>我也开吃一个，这有的都被小鸟吃了。大山里面啊，嗯，很是的，好好吃呀。大叔叔说的特别好吃，你看，这船拿回去，马上就熟了，嗯，有籽，明白？ 不要，不要我，不要，不要，再开吃一个，太好吃了。我一天那么这个，我都睡觉睡呢。五两天，五一两天全部都熟了啊，这个自然熟的。好，这个好多都被小鸟吃了，这个已经熟透了，开吃一个，大山里。然后，这个臭刺特别发。 老爸说要直接剥了，它才会发。啊，这个特别香，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吃啊？就是它嫩嫩这个尖尖，可以煮汤吃啊，很多种吃法，凉拌也很好吃，就煮了以后凉拌。还有好多没有采啊，你们看太多了，到处发的都是，就是它的嫩这个尖尖啊，很多种做法的。你们看这里还有好多。 老爸说他要直接一劈下来，他才会发，就是不要叫我，叫我不要切啊，叫我直接在这里劈，但他有刺的啊，他有刺，我有点害怕，哇，他直接这样子劈的话，这个才会发，直接掐的话就不会发了。啊，但这个有刺啊，特别香哇，太香了，太香了，一颗树上发的都是吃不完了，太多了，好嫩这个。 哇，有蚊子啊，有蚊子！哎呀，有蚊子。